学，他真的是站上了投手丘。阿练有记得拉吗？Oh no！ 导播太坏了吧！哇！学一下，看看是要怎么样眼神啊，所以不想被林月平总监识破，记得把墨镜给戴起来，要不然他可能会发觉到你今天不想上场。哇，那个墨镜厂商都准备好了，对，这个统一是要整队，哇，可能要买很多了。回到场上，这原本今天的先发捕手萧玉龙同学，他真的是站上了投手丘。阿练有记得拉吗？这个 ，Oh no！导播太坏了吧！哇！这是今天比赛的一个亮点，没办法，因为他刚刚把这不是他把护裆拿出来给这个下一任的捕手，是，所以他必须把交接，对他必须。这个刚才摄影的妹妹帮我拍到，这要是拍到这个萧同学，不知道用多少钱把这个拍下来，阿鸟哎。即将上场打击的是第六棒，代号十三号林子俊、哦，很可爱，但没有办法，大家都拍到啊。这个教练，教练场边在拍，大家还是要提醒他，他叫嘘嘘，不要讲，这样才有自信投起来。我相信这场比赛最后的结果他不会记得，他只会记得说他曾经在这个电视转播的场次在投手球上拉拉力。我相信大家现在。全部的心思现在焦点已经不在场上了，全部都在你那个拉链身上。现在交易高工也红了。